就是今天超美超漂亮的蔡尚华。今年以全明星攻略及全明星运动会双料入围了益智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来来来，我来帮观众谋福利。哇，先不访了，天哪，不敢直视啊，真的是先转一圈了吧。尚华太漂亮了，太漂亮了，真的诚意献给大家，很有诚意，很有诚意。今天的服装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就是其实这一次呢，很感谢李老师特别帮我订了一个从西班牙的高定，然后所以就是为了这个服装，所以其实事前也是很努力的想要瘦身啦，但是成果不彰不彰。然后但是在就是整个的打扮也是想说能够换一下造型，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PTT 的忠实爱用者，然后就是乡民朋友们就会说，哎，尚华是不是每次在什么节目都一定会有一个招牌的妹妹头，所以我今天就应大家要求露出我的额头，露一个以前从来没有露过的地方给大家看。哇，让我们欢迎视网膜还有他可爱的狗女儿柚子。今晚他担任的是颁奖嘉宾，相信一定会有非常多惊喜的桥段。我们欢迎颁奖嘉宾柚子啊，不是，是网膜。柚子真的太可爱了，好吸引我的目光哦。他还是一样重，就非常的重，感觉你抱得有点喘了。对对 对，因为上次抱完之后回去，我那个手就已经乳酸堆积。今年不是要来踢馆的啦，我今年就是继续回来这边，然后担任这个颁奖人的角色，然后也非常开心，就今年看到也是之前在节目上面遇过的陈哥，还有我自己私底下也是算是好朋友的唐老师一起来主持，然后今天来这边就是也一起来享受这个典礼。